徐老师的作品呢，在中国被广大听众所熟悉和传唱。今天的音乐晚会呢，是首次在俄罗斯莫斯科举办，无疑将对进一步促进俄中文化友好交流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。非常荣幸，我70年来把上千首俄苏歌曲译介到中国，祝愿中国俄两国人民友谊长新。